许梦哲在2020年7月生下超可爱的宝贝女儿，目前赵梦姿肚子里还孕育着快5个月的小生命。赵梦姿分享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位3岁以下的小孩对着她的肚子叫妹妹，加上她认为孩子预言母胎性别一事特别浪漫的关系，所以心里一直觉得宝宝应该就是个女孩吧。不知不觉开始幻想又会看到一片粉色气球海的画面，没想到近日举办揭晓胎儿性别派对时，看到蓝色气球炸开的瞬间，赵梦姿和许梦哲都愣了一下，不过两人没有失望也不算惊喜，毕竟胎儿健康最重要，希望弟弟在肚子里平安健康的长大。许梦哲则笑说，搓爆气球的第一时间脑海里在想，一，我的粉红色在哪里，下一秒回过神来才惊觉原来赵梦姿是怀男宝宝，实在有够有趣的。